我现在在上海，这一站呢是上海的地铁豫园站。现在的时间啊是晚上的这个8点钟，我准备乘地铁到东方明珠，啊，到陆家嘴这一站下车，然后去东方明珠底下，啊，去那儿看一看。10号线换乘2号线，上一页，二号线，陆家嘴，陆家嘴3元。好，票出来了，从这边上车。这边刷码通过，10号线换成2号线。下来了，应该是往这儿走吧，看一下南京东路，对，是这儿。车来了，上车。这一站呢人不多，我就坐这儿看。现在是晚上8点半，人不多。到了南京东路，换乘2号线。2号线换乘，往这儿。这个时间地铁人不多，挺松散的。这个口人还挺多的，从这儿换乘吧。2号线，这个地铁口的风很大呀。2号线前往陆家嘴，上来了。2号线的人挺多的，再看一下这边，我就站这儿吧。这是陆家嘴站，换乘7到16，这有磁悬浮列车。明天体验一下磁悬浮。到站了，出来了，这边是出口。他跑得好快，我看一下从哪个口出比较近，查一查。东方明珠水族馆，昆虫广场，昆虫广场里面都是昆虫吗？地铁口还挺通风啊，风很大。从这儿出来了，2号线陆家嘴。现在呢看一下东方明珠在哪儿。哇哦，
上海之巅，先看一下上海之巅，还有金茂大厦、金融中心呢。哇，上面写着，还是英文的呢。东方明珠应该在这边。现在呢，我从这边绕过来，哇，已经看到了，东方明珠近在脚下呀。我现在呢，走到东方明珠的塔下看一下。看这空中啊，还有一座桥，这座桥呢还是圆形的，环一圈。我现在呢准备上这个桥上啊，看看这个桥怎么上去。我在这个桥上啊给大家拍一下，这个视角特别好。上来了，现在看一下东方明珠。哇哦，好漂亮呀。这一层啊就是观光层，上面有旋转餐厅，360度无死角，玻璃都是透明的。现在呢再看一下身后，看都是摩天大楼啊，上海之巅，还有金融大厦、金茂大厦。再看那儿还有一棵树，哇，好漂亮啊！中间是一个圆盘，这个桥啊围着这个路转一圈，东方明珠。行，那么这个视频啊就拍到这儿结束了。